哟，哎，不能打多槽啦。Hello， 我是盖伊。我现在呢，准备要过年，但是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应该是过年之后。过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领红包。对，今天我们三剑客就是要来发红包。但是红包有这么好拿吗？我觉得还蛮好拿。身为一个运动频道，要领红包是不是要先付出一些代价？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挑战，挑战的东西呢就在这里：木质锅铲跟后方的单杠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要上单杠，单手抓在杠上，然后一只手用铲子捞，你能捞到几个就算几个。一个红包是100块，我觉得你会破产，因为我看到人超多的。你们全部等一下都是要来拿红包的吗？你们是呼朋引伴，这样子还是自己来的？我闻到红包未来的，他太贪婪了，真香啊！哎，我这其实是简单。欸、我以为很简单呢、欸，简不简单？等一下要知道。我们还有一位上次有挑战过，已经知道了。今天没有要来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我们准备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领红包。盖伊，听说这个游戏就是你家的红包传统？没错，阿公、阿嬤、妈妈、爸爸、姐姐、妹妹要拿我的红包，都要经过这个挑战。上次我外婆也没捞到，妈妈拿了700块，带了三个孩子，毅力真的很强。好，那我们比赛开始。一号挑战者，他看起来很小。你是从哪边来的？从新庄，我是骑车过来的。我们骑车过来了，2小时加油钱100块。哇，那你至少要捞个3个、4个进场，你要求。但我们这里如果一个都没捞到，你还是会有红包。哦，那准备好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他看起来很强，真的。对。哦。捞一个红包就好。哦。一百。抓到诀窍了。啊！哎、欸、哎，没有。你这样让你的钱，耶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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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在上面就可以。我当野来吧，我当野来吧。哎、欸，双脚落地，一号挑战者拿到200块。哎、欸，你这样不划啦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没有没有，太多人，但没关系，上 YouTube 频道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恭喜！第二位挑战者，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你拿红包的不要那么客气好不好？你看看后面的，每个都已经要冲上来了。哎、欸，从哪边来？北投。哎、欸，很远呢、欸，从北投来。北投坐机、欸。如果他等一下都没有捞到拿100块，划不来。那没关系，他赢得掌声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直接开始。好、哦。等一下，建议大家死握哦，这多掉下来比较危险哦。哎呀！哎呀！你看，100块不是，不是，100块。再次，再次，北投太远了，北投家嘛。他等一下南投来的3次，好不好？来，死握，哎，抓紧哦。慢慢的，一次一个就好，一次一个就好。哎。哪里来的？北投一起的，帮你兄弟多赚一点车马费，好不好？一个蛮重。有了，再一个，一叠吗？800块，恭喜恭喜！最强的你要说新年快乐啊！各位新年快乐！耶、yeah. ！谢谢盖伊，记得订阅盖伊的频道。谢谢。那、啊、你赚这800块，你会分你朋友多少？一半一半吧。哦，真的、哦，你半一半哦，人太好了吧？如果你捞到800，我只捞到100，你会分我多少？我会分你，你看。我要请你吃饭，我会请你吃飯。哦，那可以，教父牛排，谢谢。从哪里来的？板桥。板桥。跟郭郭一样。不远。同乡，同乡。直接开始了。好像这种体，像这种体重轻的，其实我觉得这种单手抓握优势比较大。也对，稳稳的，稳稳。
轻轻的，慢慢瞧瞧重心。大家知道，全部捞完这边是有3000块的哦。他撑很久哎，因为他体重很多耶。你现在已经把全部力量都用完，700块，谢谢。下一位挑战者看起来应该是练健力的，让我们欢迎 Miles。我用脏话来，用脏话来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健力三项多少？600、700吧。那你的？没有啊，那我物力不行。好嘛，不然等一下你捞到5张给八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很看不起我哎。没有捞到来的话，没有捞到5张，我一人给你500。好啊好啊。没事啊。好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下一位挑战者哪里来？520分的会员。我们来看一下永和三剑客的会员有多强。等一下，如果有板桥三剑客的会员来，可以尬一下。一个。又一坨。可以可以。他要把它捞完呢。他已经不能，已经捞不完了。哇，该不会是第一个要破2000的男人？哇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但你可以在上面跳。他的握力也，这样也可以。哇，只是握力到极限。对。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帮我一起算了，太多了，帮我一起算。这里11，这里多少？7，1800块。哎，你是今天目前最强的。最强的话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耶、yeah, ，新年快乐！感谢干衣，感谢干衣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位挑战者，哪里来的？综合，综合。我刚才注册会员，为了领红包。没有，但是为了一直要结婚，不要让我看到你。两天以后就看得到了。没有，他今天来，明天我会去 IG 找到你。他明天就不来。那我们开始。好。有，他手长有优势，手长有优势啊，就是捞红包捞红包，左右比较好捞，对不对？他是右手抓，左手捞的。放过来比较好放。400块就没了。打开了，没有一坨，好可惜。对，那一坨如果过去，那一坨应该400-500块，1100块。哎，我可以有加分题，我可以做一个300六。你先做一个300六，那再给你个红包。加油，加油！来啊！会踢到上面吗？不会。哇！他单杠很强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下一位挑战者，你好你好，哪里来的？我是永和住旁边，我住旁边来的。你最大的用力是想要跟他握手？没有没有，你那我是你们的粉丝，没得过。但我有请求，可以帮我打码。说从现在开始吗？对，刚刚也要，刚刚也要。好，帮你码掉，来，那我们挑战开始。OK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。国军三杠师很强啊，很强哎。我是现在是义务役，他还可以跟你聊天，捞边聊天。不，可以，他才会赚钱啊。我操！他先把他集中，他要把
1800块，又出现一个今天最强，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？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第一次看到你，等下你聊这么多，你真的要打马赛克吗？如果打马赛克，用一条黑色细细的就好。好 ，OK OK， 谢谢。2468，好，下一位挑战者，准备好，他已经充血了。哇，你从哪里来？我是从香港来。香港的朋友一定是接见打篮球的。打篮球需要这么重吗？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姓陈吗？陈世汉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他已经滑好了。哇，好攀好攀。除了加油的香港话怎么说？加油。我一点，慢一点。不是，他也抓太久了吧？我一点。这是台币，不是港币哦。1,300，700块，恭喜我们香港的朋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下一位挑战者哪里来的？天母，天母来的，还有需要还有一个天母国哎，天母国，他们是一个国哎。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好，选好用哪一支？哦，哇！看这一步补过去，血喊了。好强哦！面不敢。他笑了，没有，他笑了。他刚一搏捞起来的时候，他笑了。现在。太认真了，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你讲一些武术了，要跟你讲一些武术了。真的很强哎，他刚刚有一个很厉害，就是他刚好把他捞成一整坨，19张，他凭我自己的记录了。真的，我测试的时候也是捞19张。我刚刚让我笑了。啊，这也害了你吗？不好意思，19张有950块，可能要拨出了。因为人有点太多了，两个来，或三个人，帮我派一个代表就好。啊！哇！再一个来。三个可以留我的名牌。太可惜了，没关系。放寒假了哦。教官没有啊？没有，教官没有哦。教官来了，慢慢稳稳的一队。不行，你这点数卡不够嘞，怎么办？英哥最有名的东西，阿伯寿司。哦，阿伯寿司，对对对，你知道，去一定要吃。不要只知道寿司，然后就说你知道。我也知道没有寿司。好，对，上了。寿司的力量，6盒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一盒卖多少钱。50吗？一盒60哦，代表阿伯今天可以下班了。哦，11个。可以买22盒阿伯寿司，就谢谢英哥朋友的推荐。哪里来的？淡水，我去玩那个钓竿岛，老街里面嘛。这一定知道他没有看，对， oh, no. 抓到了。那我们就开始，再开始。小心哦。刚好1000块，答应我一件事，回去帮我订阅一下。答应我哦，我会找到你。谢谢。哪里来的？三峡。有什么有名的吗？金牛角面包。有特别哪一间？你知道是老街门口那一间。走，我觉得牛角面包好吃的点在于它那个角。
对，要酥，对，要一角要酥，对，面包中间要软，要软，但也不能太软。可是我觉得要香，是外面单层要酥，对，然后那个油要香，就是你不能有油耗味。你看没有打羽毛球的、啊？我看他那个握法，羽毛球的握法有一点对哦。哦，三峡之力，有机会把它捞过来。我看他很轻松，有机会，你知道很轻松。哎、欸，他手臂很粗啊。再来，全部把它捞完。捞完。还有，过来，还有。哎、三个啊，慢点，你还有力气，你要可以再捞回去。我参加过你的单杠挑战赛，然后失败了。单手那个吗？对啊。22张哎，2200哎。哎，你是目前最强者。有没有跟我们观众讲一句龙年的吉祥话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吉祥，龙年吉祥，谢谢。第一次的单杠挑战赛很遗憾的失败了，那我就为了可以续成功，我把我的全部的课表都换了一遍，那刚好这次有机会就参加了，已经苦练了那么久，苦练很久，就为了突破第一次挑战那个，没错，上次失败，但这次第一次，所以大家不会记得你失败的那一次影片的时候的你，所以我会一直重复放你那个片段，啊，知道，恭喜。好，我们下一位挑战者，我们又来了一位氪金玩家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风扇车那支影片？然后那个风砰，直接把波波撞倒。哪里来的？中和，住附近的。老家在中和。中和最好吃的一间店，鸡肉便当。哇、哦，你这样子嘉义人可能要挑战你哦。变色啦，变色啦。加菜哦，加菜哦。哎，你差点变推硬币游戏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他过年回家也是吃鸡肉饭吗？还是不知道？哎、欸，长点。可以有，可以有。啊，900块，谢谢嘉义。不客气。好，我们下一位挑战者，这个也是客家玩家。我以为你要说客家玩家，他确实也是。哪里来的？老家南庄。南庄，对，讲一个你们家乡最有名的料理。其实真的好吃，就是小吃类。我觉得他们自己弄了很多酱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梅干菜也是一级棒。桂花酿啊，这些。桂花酿我超辣，菊花我也蛮辣的。客家玩家一开始就一火、哦，你知道他有个技能。他会耍花枪，他是一个，然后他真的他耍枪，对，他耍枪很强，会抛，然后会防接，防接抛起来防接，我看到，你不能打多少啦，哦，哇，你刚刚那一坨慢慢的就，他美丽，没有。这个很飙过去，对，这哇，这很厉害，哇，他一个回马锅铲，飙过去，17包，1700块，恭喜，帮我用那个客家话跟大家说新年快乐。客家话，你干杯！你会讲客家话吗？小时候就稍微学一点单词，但没有说教很久。空碗沾杯高嘞，吃顿杯下茶，安子谁？哎，谢谢客家话会讲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强的来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备而来，因为我有发现到单杠那个之前，他们就会来挑战，比我预期的还要发的还要多红包出去。我也觉得，他们捞其实技巧都很出，身体只要稳定，你就可以分担握力。嗯，但你身体很痛的时候，你握力会失衡，通常都会挂在握力，因为单手抓握其实蛮难，更何况你还要细微的操作。对。发现了，集中在一起，然后一坨就刚好。因为超稳，一坨够稳定。好，那今天的新年发红包活动就到这边结束。真的不容易，不太会掉单杠的，可能一个都捞不到。我觉得应该是捞不到，因为我一个都捞不到。如果今天一包10000块的话，你可以捞手断掉，会放硬币。好，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嘉义虎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